开的，我三年多了。他说：“陈弟兄，你给我开支票要兑现哦。我们严选到50位，现在已经快要到了。到50位，动力班就要来这边展览。啊，我说我不会忘记的，支票一定兑现。我还盼望你到100人。哈利路亚，感谢主。啊，这个都讲不完了。我想时间还是要留给我们，亲爱的陈文弟兄。”啊，我们陈文弟兄他是在亚洲的这个开展行动的配搭里面的主要的同工之一。那这一次主打发他到了中东的土耳其去，啊，还有伊朗的弟兄姊妹也来了，所以他带回来最新第一手的资料要跟大家有传输。啊，我们拭目以待。